大家好，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室，东京事务相关的工作 IT 事务，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，工资给予呢是22万到23万，日语要求是日常会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试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